9月14日，小猪罗志祥一身街头休闲装扮出席某品牌活动。一向走在时尚前沿的小猪，日前在去日本参加活动期间，两天豪掷200万置办新装，花钱相当豪爽。不过不知道罗妈妈听后会不会心里淌血？我就跟妈妈说那是夸大，其实才没多少，几千块而已。我都买比较便宜的。马上就是蔡依林生日，置装毫不吝啬的小猪却小气的不愿送蔡依林礼物。应该送个简性的祝福吧。对啊，因为我生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对我的，所以我就会用这方式对人家，他怎么对我，我就会怎么对人家。看来蔡依林之前没有送小猪生日礼